然后说再见，融入历史。我是高官列车长的一百新年3月28号，瑞芳站19:12准备是阿福号圈的末班车4094，然后7/7阿福号圈的。哎，今天是怎样？29也是1112编组，然后阿福号也是7/7/7/7/7/7。这个人跟他说再见，以后搭不到了。他说赞的，哎，以后你就没有这种车可以搭了，会不会难过啊？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好意思，我打算改编组了，有没有？叫他不能跑这个编组。好了，再见了，拜拜。他说以后都不准跑了。啊。啊，我的605嘞。啊，明天啊，啊，你看到彰化有没有感动啊？你没有感动啊？我特地跑去彰化了。我知道我跑去哪里啊？嘉义。哇，好了，再见啦。我们学妹干嘛在门都在对我们那装备？我的4/2/09桃园发车叫杨先生树林。末班车，1/7/7/7阿法圈了，在瑞芳站，来回关闭车门。这就是也是末班车对吧？明天就改换成最新的3900新区间车了。阿叔叔，明天就不一样了。哦，对呀。对呀。11分开哦、喔。改那么早。对。还有变900了，有没有感动？对呀，那走入历史了哈。对呀，还有29的。我怎么可以对待你们这么好？对不对啊？有阿福做就两就很好了 ，OK。好，拜拜。有汽油量低，阿宝圈了。12:00有次关闭车门哦，拜拜。明天改11分开，提前4分钟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影片，干嘛咱们多多点我们短剧网片。我的12:00芙蓉发车叫杨先看好桃园的 ENU 7/7/7/1 阿法圈的在瑞芳在4/0哦，再见，末班车再见喽，你也是毕业快乐，明天这一班换900还蛮感动的，终于宜兰线上又一个换成900的列次这样的。刚才就是再见，拜拜，晚安。